原标题二十世纪初甘博镜头下的中国各地名胜，看看雷峰塔没有倒下来是什么样子。一、安庆，坐落在盈江寺内的镇峰塔。二、北京的观火台。三、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上的玉带桥。四、杭州雷峰塔。五、灵隐寺回龙桥。春从亭。六、长城编辑暨文鲁学社青年会会员王瑞。来源美国雅虎返回搜索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